我先做一下，今天是我们小燕要迎娶米奇的日子。那你记得你们一开始是在哪里认识的吗？一开始是在第一间公司啊，就是我的第一间公司是一间什么叉叉机器人公司。对，那个时候是谁追谁的？那时候一定是我追他的嘛。一定是我追他的啦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怎么会想要追米奇啊？哇，这个被他可爱外表给吸引到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然后又活泼个性，然后又善于社交，然后又举办很多活动，真的是不知不觉就跟他拉近很多距离了，真的。哇，听起来很有心得哎。那你一定记得你告白的时候做了什么吗？那时候有点俗啦，然后也不太确定对方的心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那边哇，两边那边猜忌到一个极限了，就两边快没有耐心了，然后就只好打给一个我们的前辈，跟他讲说，哇，怎么办？我心好烦哦，就是我一直在想他，我很想跟他表白，然后那个前辈就说，你们两个烦不烦啊？你们两个一边跟我讲说，哇，他好帅，另外一边跟我讲说，哇，我好想他，你们两个烦不烦？我说，哦，谢谢，我知道你意思，我知道你意思。然后下一挂完那通电话，马上就打给你，说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吧。然后他就说，好。幸福满满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。我们准备要很紧张，我们大家先给他一个掌声。我们家好美哦，我爱你。可以，合格。你来了啦。停住了。对，时间顺序。第一张是这个。第一张错了。第一张对吗？对吗？第二张是这个。哦，结果第一张就错了嘞。哇。亲爱的老婆，我爱你，我来娶你了，请你嫁给我，我会给你一辈子的幸福，可以吗？ Yeah. OK， 欢迎上来。哎呦，哇哦，好美哦，哇哦，在我心中永远只有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爱你的老公叶瑞辰，今晚就交给你了。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好照顾，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，谢谢妈妈。祝你们婚姻幸福美满，然后相互体谅，相互扶持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妈妈。感谢多年的养育之恩，好，永远都是你们宝贝女儿，谢谢。Up in the attic, full of treasures from my past. Paper snowmen from a season, melting into spring too fast. Clay and glitter, wood and glue may not seem like much to you, but it reminds me of all the ones I love. When I think of them, I think I have enough. We may not live up in the mountains like we always wanted to.Like a diamond with Christmas lights hung on the roof. It might not be the life I dreamed, but it's become my favorite scene.
simple thing. Cookies baking in the kitchen, and hearing little voices sing. Tell the story once again, peace on